嗱，而家嘅咧，我講解一個依只嘅咧67DDT0嘅咧，依只 digital timer 嘅嘅點樣用法啦。咁樣嘅咧，依個 L 同 N 咧就係佢個電源嚟嘅，電源線駁位嚟嘅 ，aux power 嚟嘅。18、15、16咧就係佢個 dry contact 嚟嘅，跟翻圖咁樣啦。佢有個 dry contact 啦。L、N 是個電源啦，嗱，咁樣咧，佢嗰個所有設定咧都要掀開蓋，然之後咧先可以設定得到嘅。佢依個比較新啊，比較緊嘅少少。嗱，我開咗，我俾咗電佢嘅，所以佢而家著緊嘅。咁我哋一般就話初做設定嘅方法咧，就係撳咗依個 reset 佢，將佢重啟咗佢先，係啦。就係變成00嘅啦，咁樣嘅咧，我而家顯示 off 同 auto 嘅，同埋 mo 嘅，咁啊陣間會逐個人講解啦，而家講解咗啲鍵位先啦。頭先我撳嗰個就係 reset 鍵啦，咁樣嘅撳落去可以 reset 曬成隻 control 啦，所有設定啦。咁樣呢一個鍵咧就 PR 戰鋒enter 嘅話嘅咧，就翻翻出就入去 program 嘅。就可以入去，依度有好多可以 program 揀嘅，一啊、二啊，佢有 on off 嘅，三啊、四個 on 同埋四個 off， 5、6、7、8、9、A、B、C、D， 沿住好多個英文字母嘅，佢一路嘅咧就會去到咧 U 啦、Y 啦，去到 Y 嘅。總共嘅咧就有25個 program 可以俾你 set 嘅，每一個 program 都係 set 翻嘅你邊年幾時啊幾分啊嚟開生啊，即係你可以 set 25個程序啦。咁樣依個 D 一咧係揀乜嘢咧？嗱D 一係揀翻個日期嘅嗱，咁樣你依度可以選擇個日期啦。嗱，譬如 MO 係星期一啦，TU 星期二啦，WE 係星期三啦。TH 星期四啦 ，FR 星期五啦，咁啊逐日揀都得嘅。SA 啊星期六啦 ，SU 啊星期日啦，佢可以逐日揀，可以揀三日，可以揀另外嗰三日嘅，任你揀嘅，日日揀都可以嘅。個 program 個日期 program 可以揀好多次逐款嘅。咁樣嘅呢個 HR H 證咧，就係講個小時啦，可以校個小時嘅時間啦。嗱，依度又可以校到小時啦，係啦，佢可以撳24小時，可以用12個小時嘅。咁樣嘅咧，依條 M 證咧就係個分鐘啦，可以校個分鐘嘅，可以到60分鐘啦，依個係啦。咁樣嘅咧，依一個嘅咧係就係減嘅，可以減啦，減翻去零啦，冇都有嘅。hour 都可以減嘅，係啦，個 day 都可以減嘅，係啦，褪翻轉頭咁解嘅啫。咁咪到依一個有個時鐘依個啦，嗱時鐘依個咧就出翻去先嘅。佢啊，你講你可以當佢一個返回鍵啦，去到最初版面啦。咁樣嘅咧，如果你想校佢個時間嘅，你可以撳住依個時鐘，撳佢個 day。今日星期幾啊？今日星期三嘅，咁啊就今日星期三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想校小時咧，今日幾而家幾點啊？而家係11點，咁你可以撳去11點啦。咁樣嘅咧，而家幾多分鐘啊？而家係8分鐘，咁啊撳到8分鐘啦。咁啊，依一個係咩啊？依個就係校翻佢個 AM PM 啊 ，AM 啦 ，PM 啦 ，AM 而家 AM 嘅。將佢你如果撳 AM 嘅話嘅咧，佢就用翻十二 AM 十二同埋 PM 十二嚟嗰啲小時嚟揀嘅。如果你唔撳有個 AM 出現嘅咧，就可以以24小時嘅數字嚟選擇嘅。如果你想隔想去令佢手動開嘅話嘅咧，就要on 嘅咧就係手動開，就直接嘅。就唔跟個 timer 嘅 ，off 嘅咧就手動刪，唔直接唔撳唔經 timer 計
嘅，就算你教嗰個時間到嘅話，你撳咗依個 off off 嘅咧，佢都會直接 cut 嘅。咁如果教咗 auto 嘅話嘅咧，佢就會經時間嗰個 program 嚟開山嗰個時間嘅。咁樣嘅咧開山跟依個 auto on on 嘅話嘅咧，係佢係經時間就係開山，但係你可以而家係撳即時開山。你可以將佢時間，佢經時間就係開山，但係你可以即時撳佢刪，係啦。依個嘅咧就跟翻佢個時間制嚟開嘅咁樣，係啦，係啦，咁樣嘅去循環嘅啫。咁樣你教翻依撳依個嘅咧，就可以教翻 program 啦。嗱，我如果我淨係想而家係 on 嘅，咁我教翻個日期星期三啦，淨係星期三啦。星期三，然之後咧教翻個日小時。如果教翻小時咧，十一點咧，係啦，分鐘十一點開始，咁樣就可以開咁樣就教好曬噶啦。如果我要教刪係幾時刪咧，咁樣我就教翻個日期啦。星期三，十一點啦。如果你想教 PM 咪可以咁撳喺依度先。我當咁樣啦，教翻十二點三啦，係啦。係啦，依個十二嚟嘅。咁樣嘅咧，你嚟到依度，佢又轉翻 AM 嘅咯喎。頭先係 PM 嚟嘅，試多次俾你睇。超咗，而家變咗 PM 啦。嗱，而家我校翻十二點做就停電啦，係啦。然之後嘅咧就出可以咁就校完噶啦，咁我就可以出翻去噶啦。如果你想lock 咗佢，唔好咁俾人容易咁容易校嘅話嘅咧，你可以撳住依度。咁樣嘅咧已經係 lock 咗噶啦，撳唔到噶啦。但係你可以撳到手動開關，跟翻時間制開嗱 ，auto 而家係 on 嘅，跟時間制，唔係強制開嘅，強制開有兩個 on 嘅。如果你想unlock 翻或者係解鎖咧，再同樣撳依兩個掣 ，unlock 咗啦，咁咧就可以校嘢噶啦，啊可以撳嘢噶啦。咁我而家 lock 咗佢啦。係啦，咁啊唔得啦，係啦。咁樣如果我想校翻個時間，我而家強制令到佢個時間咧，校翻個時間啦，係十二點嘅。咁佢自動，你見佢即刻 auto 嗰陣時，佢自動 off 翻啦。如果佢時間原來而家係十一點嘅，咁啊佢開翻咯喎。OK。咁咪就咁啦，使用法。